王一博的微博粉丝3600多万，《陈情令》的爆红让他一跃成为一线，街舞的播出让他圈了更多的粉。23岁的他拥有更多的身份，是优秀的主持人、出色的演员、歌手、舞蹈家、职业赛车手、滑板爱好者。除此之外，在很多商业品牌眼里，他更是理想的代言人。今年王一博的商业价值不仅是数量上的突破，更是品质上的积累。官宣王一博成为平安人寿的代言人，是他20年10个月内累计开出的第25张新代言，并且细细数他的代言次数，不知不觉已经多到33次。就王一博现在的代言人数量而言，他绝对可以排到明星榜的前几名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王一博的代言人热度如此之高，他也总能携手将自己的代言人品牌推向商业价值榜的前几名。其商业代言真正的扩展到了各个领域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的代言都是各领域的领军大品牌。现在即使是圈外人也要感叹王一博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。而越来越多国内知名品牌对王一博的青睐，自然也让粉丝们倍感欣慰，同时也从侧面展示了王一博的个人魅力。尽管说现在是一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但能得到这么多品牌的青睐并愿意为之付钱的人，也是实力和魅力的体现。王一博成为众多品牌的共同选择者，他的实力、流量、人品、口碑、发展趋势等等都被肯定。日前网友曝光王一博的两大新款代言，一款是国产运动品牌，另一款是海外品牌的手表，并透露目前该品牌已与王一博签约。消息一出便引发网友热议，商业上没话说，王一博代言一个接一个。前不久由于棉花风波，王一博还与两个国外品牌解约，这个态度还是很不错的。现在在运动品牌这一块有了空缺，补上是迟早的事，至于和哪个国产品牌合作，就看双方的选择了。不过力挺国货的态度值得肯定。很久以前王一博的代言人就突破了30人，一代代言人到期后，又一代品牌将很快补上，其带货能力也很强，值得肯定。最后期待官宣。